小林队长，你已经有头绪了？果然。怎么了？阿叔不可能是自杀的。什么？他不是自杀的，你有证据吗？嗯，我已经。可是，证据组的人也来了，他看了现场，主张死者是自杀的。证据组？是你最讨厌的蓝生。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。知道我的状况了没有？知道了，我已经跟他说了。把他手机号码给我，我想和他直接对话。好的。怎么样？你打算如何证明？你先把现场的勘察情况详细的告诉我。好吧，你欠我一个人情，告诉你已经知道的事实吧。死者春田树，27岁，身高1.75米，体重65公斤，在某出版社中任专栏记者。今年10月11号下午4点左右，在玉辉大厦20楼西单元被发现，已经死亡。据第一发现人松田警官描述，阿树独自一人锁在屋内，对尸体进行勘检后发现颈部勒痕，死因是窒息，且无明显暴力行为存在。房屋内也未发现其他人的可疑踪迹。我说完了。 Any questions？ 那么你的结论是？虽然比不上我，但你好歹也是个专业人士。阿叔在死之前不是把动机都告诉你了吗？他是自杀。男生，看来你的专业还有提高的空间。你和你的人难道没发现这里有一个鞋印吗？有啊，但是这旧屋子里面有个脏脚印。死者所穿的皮鞋和现场发现的一个鞋印并不一致。细心看死者鞋底的纹路是交叉纹，而进门口地上的鞋印是直纹，证明鞋印不是死者自己的。什么？不过鞋印只能证明房间里曾经有死者以外的人进入，不是吗？不能证明那个鞋印是犯人留下的，或者说
不能确定存在犯人。阿树和我都遭到了禁锢，难道禁锢我们的人不可疑吗？我们只能通过你的证词了解到你可能是被禁锢了，但你凭什么说阿树也是被禁锢起来的呢？我当然有证据，这个证物能证明阿树当时是被禁锢的。你是所愿，是你主动挑起的，可以认真一点回答吗？我当然有证据，这个证物能证明阿树当时。只要把这个铁链与阿树左脚上的伤痕做对比，便立即可以知道他之前一直是被铁链锁着的。怎么了？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论，原来也是靠脑中臆想来断案的。我之前就告诉你了，阿树身上没有被施加暴力的痕迹，包括你断言的脚链的树痕也不存在。你觉得有脚链有钥匙，他告诉你自己被锁住了，就一定是真的被锁住了吗？如果人嘴里说的都是实话，那还要我们警察做什么？抱歉抱歉，我差点忘记了，警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也是有喝了酒就把自己关进一个出不来房间的菜鸟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弄错了什么？那个链条也许很宽。小林正雪，别以为这种答案就可以糊弄我。就算阿树曾经被锁着，也并不代表他不是自杀。而且你是怎么知道纯田树有危险而向松田碧求救的？因为在这之前我一直和他在短信对话。那就对了，虽然纯田树的手机摔坏了看不见短信内容，但从你的证供可知，纯田树死前一直在和你短信，这不是间接证明他此时非常安全吗？另外，想要自杀的人自杀前会出现各种异象，这种案例你也不是没见过吧？小林，我知道阿树死了让你很伤心痛苦，但我们这些做司法工作的是靠证据说话的，这个案子就这么结了吧。我知道你和阿树关系好，这你等一下，不要再故意拖时间了，我知道你不想输给我。还有最后一处矛盾没有讨论过。哎呀，纠缠不休，你好烦人呐。你要是还不能说服我，松田就调到我们组来。行，我拿不出证据，松田就借掉给你。哼，小林，没想到你是这么明白事理的人。不知你得一个什么劲儿，因为我马上就可以说服你。阿树房间里面目前尚未讨论过的疑点是，死者身高175公分，嗯哼，皮带打圈后高度约40公分，倒下的椅子高度40公分，加起来是255公分。玩数字游戏走。问题可大了，这房间楼高约270公分，如果纯田树自杀的方法是踏上这椅子然后上吊的，它的高度根本不足以让自己自行上吊。所以说白点，除非有特别的辅助，不然在数字上纯田树还差15公分的高度去独自完成上吊。小林正雪，你的确很细心，不过如我所说，纯田在椅子上的时候
加上皮带的一点拉力，要拉高15公分，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？15公分不是难事，但差的也许不止这15公分。这什么意思？为了达到能够上吊的高度，阿树必须使用这个。为了达到能够上椅子，阿树是不可能站在这个椅子上自尽的，这个线索能证明。椅子腿上有裂痕，这个椅子光是立起来就摇摇晃晃的，上面是无法站人的。这只是你的猜测不是吗？是不是真的？马上就，丰田，是，把椅子立起来，试着站到椅子上。好。哎，我一站上去，椅子腿就断了。果然有裂痕的那条腿，受不了压力折断了。丰田，你再说一下你有多重。你刚才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没谎报吧？当然没有。要谎报我就说40千克了。我要你再说一次，大声点，要让龙之风也听得见。你叫我怎么好意思？我体重55千克。蓝生，松田已经在你面前亲自示范了，他体重55公斤。这椅子他一站上去就坏了。你记得纯天树多重吗？我问你，我们还在学校的时候曾经一起撑过，我们三个人的体重都是一样的，那时候我们都是65公斤。这么多年了，你相信纯天的体重由65公斤降到连个女生都不如吗？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一个55公斤的人站在这椅子上，椅子一下子就摔坏了，你认为纯天有可能踩着这把破椅子上吊吗？回答我呀！阿树他有可能是自杀的吗？他真的是你口中那种会轻言了结自己生命的人吗？海生，我明白了，我要你亲口告诉我，春天不是自杀的。蓝生，阿树和你这么多年同窗好友，他死了你一点都不难过吗？秀林正雪，你真的很烦人，你明明知道我不擅长应付这种场合。阿树他确实有被害的可能，我的这关你暂时算过了，但既然凶手能设计出这么周密的布局，而且还有能耐把你关到现在还没能跑出来，他不是个简单的，后面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我会抓到他的，我会把那人渣找出来，我绝不会轻饶他的，我保证。
Thank you.